一闪，跑不掉的，补个 Q， A 一下电行，再 A 接 W， A 一下接 R， A 接 Q 回来， A 一下往上走，再 A 一下往下走接 E， W 接 Q， A 一下，操你妈，真鸡巴帅，李大宝。杰斯中单怎么样，兄弟？看到我很意外吗？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他海骨头盾已经被我破了，所以换血不是很亏的。一定得先破他的，知道吧？他的一掉，然后我们再用骸骨镀层，利用骸骨镀层上去消耗。没接 Q。你有把握吗？嗯。他要回蓝了，我们先用 Q 补刀啊，我们也得回点蓝。豹女有可能三级来抓中，所以得注意点。好像没 Q 了，可以往前印一波，破一下骸骨。你基本上用 Q 补兵的话，接个电刑，这波不能用 QW， 不然他该往后撤了。我是用左键补刀还是用右键？我是用左键选定，右键补刀有点别扭，因为我还要走 A 嘛。豹女在下，这样压的话，有可能绝对是在下的。这么秀的，接下来干嘛？Q 歪了。Q 歪了，还紧张呢。其实我跟他互换人头，其实也不是很亏。我跟他换人头其实不是很亏的，我人头多好一点，一会儿能带节奏的。没踩到他。回家了，操，还真有可能回家了。游走一波，他直接引魔刀，你还能打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打？他前期出的是小引魔刀。快走快走，扎克，我给你卖了。
可以。哎，我现在有点强迫症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 Q 一加强吧，我还老想用 Q 补刀，我感觉哪一刀我都想等 Q 好了我再补。这是强迫症吗，兄弟们？你是没必要，但是就我操！你当着我的面给我家队友杀了，对不起哥，我只能换一个。你别学我这样出装啊，兄弟们，我这样出装是不对的。在峡谷之巅敢这么出的，应该就我了。你看主播像那种见钱眼开的呀，好死！快走快走，漂亮。一塔是我的了，啊！就吃，老子就吃。主播刷垃圾，感谢吗？我说刷礼物，不是刷弹幕。那我现在11层，但是特别危险。一点都不危险，就应该出杀人书。15层了，哎，哎，搁下路呢。我来了 ，baby， 一闪，跑不掉的，5个 Q，A 一下电刑，再 A 接 W，A 一下接 R，A 接 Q 回来 ，A 一下往上走，再 A 一下往下走接 E。W 接 Q，A 一下，操你妈，真鸡巴帅，李大宝！喂，你第二天告诉我就行了。回声不能用啊，留个回声，直接秒了他。妈的，你怎么能站这儿看我呢？我都搞不懂了。主播，我昨天刷了，你牌呢？你昨天刷了，你粉丝团登牌呢？该现身了，赶紧去冲！我操，这刀妹纯欲校花，怎么这么熟悉这个 ID？你去这儿，那我去。我操！这他妈一拴住了还能跑的？行，我姐，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。走，跟我走吧。
不跟我等 AD 的。你行行，看不上我。他二杠三，我十一杠一，他有被动，好好好好，你跟他，你跟他，你别跟我啊，上我身我骂你。哎呦我操！这有个什么鸡巴羁绊呢？这他妈上我身，他才能发挥最大化优势，好吧？这有啥羁绊？就看不上我，这可能是他男朋友。主播猫咪的gay洞改了啊？